찬송가 492장을 부르시겠습니다. 400장입니다. 오늘 이에 빛나네 나가.
찬송가 446장입니다.
一同默祷，将周五彻夜礼拜献于父神。你们一切被他造的，在他所治理的各处，都要称颂耶和华。我的心呢，你要称颂耶和华。阿门。一同唱505首。主，我愿向你，荣耀的救主。这是我所求，是我所慕，我甘愿舍弃一切的虚浮，只要能披戴我主基督。主，我愿向你，主，我愿向你，荣耀的救主，洁净向你，愿向你甘甜，愿向你完全，将你的荣情深印心里。主，我愿向你，我恳切祈求，圣洁又谦卑，跟随你行。愿将我自己和一切所有完全献给你，永远相亲。主，我愿向你，主，我愿向你，荣耀的救主，洁净向你，愿向你甘甜，愿向你完全，将你的荣形深印心里。主，我愿向你求赐下圣灵，将你的慈爱充满我心。我愿做主殿，求你来居住，使我的生命与你相应。主，我愿向你，主，我愿向你，荣耀的救主，洁净向你，愿向你甘甜，愿向你完全，将你的荣形深印心里。同声做吉祥祷告时，为主牧师做祷告。哈利路亚，사랑의아버지하나님，그크신은혜와사랑을감사합니다。만세전에비하신제단이귀한제단을세우시고사랑하는목자를세우셔서지금까지이제단을통해이루고자하셨던아버지모든뜻과섭리들을아름답게이루어주셨나이다이제때가됨에우리당회자임을세우시고아버지하나님목자를대신하여이모든뜻과섭리를이루게하시나이다만세전에비하신아버지의그광대하신뜻과섭리이시나이다이땅의저무수한영혼들을구원하기를원하시며아름다운천국세리살렘에가득한열매로가득하게하기를원하시며아름다운성전을이루어아버지앞에마음껏영광돌리라하시는것이나이다당장위로부터세임을다해주시옵소서더욱강하고담대하게하시고더욱더지와명철로다하사온세계만민을이끌기에조금도부족됨이없게하여주옵소서불같은말씀의권세로다하시고따르는놀라운기사와표적놀라운권능들로더불같이역사하사아버지하나님날마다이제단구원받는숫자가더할수있는놀라운축복으로함께하여주옵소서감사드립니다우리주예수그리스도이름으로기도하옵나이다아멘为建造大圣殿祷告。할렐루야사랑의아버지하나님감사합니다이제단을통하여아버지이루라하신이귀한사명대성전의사명입니다아버지하나님그누구에게이땅에그누구에게이귀한사명을주신것이아니라바로우리만민에게입니다아버지하나님우리만민을지금까지또한친히연단하사아버지이끌어오셨고우리마음의성전을이룰수있도록친히이끄셨나이다아버지하나님모든축복의시간들을통하여우리만민이또마음깊이아버지자신들을발견하며
또 깨달으며 또한 변화되어지며 아버지 하나님 참으로 마음의 성전을 온전히 이루어 참으로 아버지가 기뻐하실 만한 그러한 모든 만민의 양떼들이 또한 되게 하여 주옵시고 이러한 하나님의 참자녀들을 통하여 아름다운 성전 대성전을 이루시고 마음껏 영광을 받으시옵소서. 열방열왕들이 나오게 하시고 만국의 보배가 이르게 하시며 아버지 대성전이 아버지 뜻 가운데 이루어지나이다. 성전 이전 아버지 뜻과 섭리 가운데 아름답게 이루어주시고 모든 것이 형통하게 하시고 평안케 인도해 주옵소서. 감사드립니다. 우리 주 예수 그리스도의 이름으로 기도하옵나이다. 아멘. 为蒙恩的一同做祷告之后，光州万民教会的朴亨利牧师做代祷。할렐루야사랑의아버지하나님그크신은혜를감사합니다오늘또아버지하나님이여참으로세상많은사람들이또한잠든이밤에우리사랑하는만민의성도님들깨어오늘또말씀을사모하며아버지하나님이여주님의사랑을또한생각하며아버지하나님시간모였나이다마음과뜻과정성다에신령과진정으로예비하는귀한시간이되게하여주옵시고오늘또그어디에서들을수없는아버지그귀한생명의말씀그보배로운말씀들사랑하는우리원로목사님을통하여서우리가아버지하나님이여그창세기광야의귀한말씀듣게싸우니깨닫게하여주옵소서마음신비에새김받게하여주시옵소서이말씀이어디로선지우리마음깊이깨달으며감사하며성령의감동함속의말씀을들으며참으로생명이되어지고변화되는귀한시간이되어질수있도록인도해주시옵소서감사드립니다우리주예수그리스도의이름으로기도하옵나이다아멘사랑과은혜가풍성하신아버지爱慈爱与恩典丰盛的父神，在过去的五天当中，主用如火般的眼目看顾保守我们。今天迎来周五彻夜，我们愿尽心尽意以心灵和诚实来做礼拜。感谢父神赐我们恩典，为了我们创造天地万物。又赐给我们独生子耶稣基督，让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显出这样的大爱。感谢您，父神。而且凡是接待耶稣为救主的人，父神又赐给做神儿女的权柄，又差遣给圣灵。给我们，让我们能够以此成就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感谢您，父神说：“你们若不见神迹奇事，总不能相信。”但是父神让我们通过主任牧师，让我们看到了神迹奇事，以此让我们拥有了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感谢您。求父帮助主任牧师，也帮助我们能够一同成就世界宣教，成就灵与全灵。通过亲爱的主任牧师，예수그리스도의십자가의사랑，성령하나님의사랑을더깊이느끼며，我们更加铭记父神深深的爱。感谢您，今天我们来听元老牧师的《创世纪》讲解三十二讲《生命的种子》第四讲。권세있는말씀으로혼영및관절골수를찔러쪼개요저희들의심령을변화시켜주신거참으로감사를드립니다感谢您常常让我们听到能够剖开骨节骨髓的话语，让我们能够领悟。求父打开我们的灵耳，今天也让我们能够在圣灵的感动当中得到能力。求父帮助我们，主持礼拜的周炫泽牧师，求父神赐下圣灵的感动。有平安唱诗班的献诗和灵犀管弦乐团的演奏，让我们能得到恩典和圣灵充满，通过卫星，通过因特网，通过由各种平台一同做礼拜的全国全世界无数的观众之上，求父神赐下恩典和感动，让我们能够通过话语得到圣灵的感动，感化充满。
为了礼拜所辛苦的工人们，求父赐下天上的奖赏和地上肥美的祝福，灵肉间平安的祝福。感谢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今天蒙恩典的经文是《创世纪》二章七节和《约翰一书》三章九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阿门。接下来由平安唱诗班的现实和灵犀管弦乐团的演奏。
接下来请收看万民电视周刊。今天请大家收看印度圣徒们蒙恩的见证。10月27号主日，舟山万民教会献上了创立31周年纪念礼拜。讲师教牧者会长林美京牧师以“基督的新维新”为题正道，带给圣徒们极大的信心。在二部庆祝活动里，釜山万民教会和各支教会准备的特别献诗为纪念礼拜增添了创立，增添了喜乐。在前一天举行的圣灵充满祷告会上，圣徒们得到了圣灵的火。衷心祝贺釜山万民教会创立31周年。同一天，木浦万民教会献上了创立28周年纪念礼拜。迎来创立的圣徒们准备的献诗。随后，湖南地方会会长朴亨烈牧师以坏话祷告结束了创立礼拜。衷心祝贺木浦万民教会创立28周年。哈利路亚。一周短讯。11月3号，开智门万民教会将献上创立1周年纪念礼拜。同一天，顺川万民教会将献上创立40周年纪念礼拜及劝世救人礼拜。大田万民教会将献上创立33周年纪念礼拜及劝世救人礼拜。凌晨是6:20，时钟指向9:50。为什么说是6:20呢？印度德里万民教会金上会牧师正在为印度圣徒准备晨祷。印度和韩国的时差是3小时30分钟。听说每天早上和金上会牧师一起以晨祷开始新的一天，通过晨祷得到祷告的力量，在主里得到靠真理得胜的力量。此前通过恩高聚会得医治的印度见证者之所以很多，是因为通过线上会议祷告会和商谈积累了悔改和能够得应允的信心的基础。另外，引导这一切的金上会牧师和德里万民教会的工人们也在不断地管理灵魂。在线和现场施工的互助，疫情结束后，时隔许久再次来到印度。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去传道旅行，看看印度圣徒们是如何充满地过向生活的。金上会牧师和宣教一行人员从钦奈开始到印度德里首都德里，辗转3000多公里，在疫情之后亲自见到了在此之前只通过在线会议进行沟通的圣徒们。
虽然每天都能在线上见面，但每到一处都充满了喜乐，因话语和祷告而充满。他们都互相见证自己蒙得的恩典，把荣耀归给了主。我左腿不能活动，不能走路，有三年了。去年十一月在恩膏聚会上听到主任牧师的话语后，我明白了未得医治我的祷告量不足。我每天开始祷告悔改，也没有缺席过祷告会。之后腿部开始逐渐恢复，三年后的现在又可以好好走路了。非常感谢医治我的神。我患有伤寒已经很长时间了，我的生活总是很痛苦。但是来到万民教会，我知道了只要悔改罪，生活在神的话语中，主就一定会医治我。我开始悔改我的罪，反省我自己，接受主任牧师的患者祷告后，我的身体越来越恢复，主医治了我的身体。自从来到教会后，一次也没有得过伤寒，一切都是主的恩典，感谢主。瓦拉纳西位于印度东北部北方邦，这个地区有两家万民家庭教会。听到金善辉牧师访问的消息后，虽然是平日，但包括瓦拉纳西的在内的周边地区圣徒们也因渴慕恩典而聚集在一起。印度是印度教国家，最近对其他宗教的宗教镇压非常严重，极右印度组织 RSS 到处破坏教会，对基督教徒的杀害和暴力日益严重。因此圣徒们在这种迫害下，也为了听主的话语，组成小规模家庭教会做礼拜。据说仅印度就有200多所这样的万民家庭教会，可以看出圣徒们都坐满，为了不落过一句话语而集中精神，恳切听话语。另外在做全能手帕祷告时，圣徒们各种疾病得医治，受邪灵折磨的圣徒们心友们恢复健康，将荣耀归了父神。我有一个月期间眼睛非常痛苦，但是我为了平心心得医治没有吃药，然后我向神悔改，今天接受了祷告，我感受到了圣灵的火，眼睛抖的症状停止了，现在非常好，感谢主。有一天我的女儿突然晕倒了，女儿的手脚都扭曲了，嘴里吐着白沫，我丈夫急忙把她送到医院，但医生说医学上也是无能为力。那时我只好为女儿祷告，后来见苏尼塔姊妹介绍认识了万民教会，姐妹给我发了云龙牧师的患者祷告链接，我抱着我的孩子恳切接受了祷告。非常惊人的是，从那以后我的女儿逐渐开始恢复，现在大家所看到的一样，我的女儿非常健康，感谢神医治我的女儿。我15岁的时候开始右腿就有问题，每次走路经常摔倒，
总是要坐下休息一会儿，然后吃了很多的药，做了三次手术也没有恢复。还有两个月期间，我一直嗓子很疼，经常咳嗽，但是今天接受祷告之后，我感受到了火热，也感觉到我嗓子也不疼了，腿也舒服了。以前不能长时间坐着，现在腿非常的舒服，没有问题了。感谢医治我的主。一对夫妇抱着可爱的宝宝，这对夫妇从 YouTube 观众开始通过在线祷告会接受祷告后，结婚七年后才有了孩子。据说新友体验信仰就成了果子，如今以他的家人为中心组成了新的家庭教会，在火热的传道。接下来去印度中部看一看。印度马德亚普拉德什邦西部的印度尔地区的一座印度尔万民家庭教会。曾是 YouTube 观众的巴路执事，如今成为地区长，开拓教会，现在梦想着成为主仆，正在努力传道。我们看到了熟悉的面孔，安库士圣徒。2019年万民夏季修灵会时，接受准牧师的超越时空的祷告，曾是植物人的安库西圣徒苏醒。努力过想生活，现在健康逐渐好转。他今天参加了聚会。金圣会牧师鼓励了在网上向生活的圣徒们，但依然坚守信心，致力于传道。圣徒们见证了信仰生活中的体验，并一起分享了恩典。我长时间患有甲状腺，十年一直在吃着药，但是后来登陆万民教会之后，接受了金圣会牧师的祷告，从那时开始就没有再吃药。去医院检查，医生对我说甲状腺没有任何的问题。感谢医治我的神。我膝盖疼得非常厉害，为了祷告也不能跪膝，也不能好好走路，尤其冬天膝盖特别的疼，疼有十年了。后来我因传道来到了万民教会，听着话语我悔改，也为圣守安息日做努力。我集中于信仰，越是接受患者祷告越是恢复了，现在也能好好走路了。感谢医治我的神。我要为教会更加敬忠侍奉，为成就圣洁努力。接下来是印度千德拉尔部地区。尽管是平日，小乡村的婚礼大厅还是聚集了很多人，其实大部分都是亲友。据说通过 YouTube 得到恩典的一位圣徒向印度教徒自己的父母传福音，于是印度教徒的父母得到很大的恩典，为了努力传道准备了今天这个场所。若让人受益，总想要一同分享，因为知道自己听到的圣洁的福音是真实的，尽管自己是初信徒，但仍传道给周围和邻居熟人。100多人聚在一起分享了主的话语。
金尚慧牧师祷告用全能手帕祷告时，十年来因疼痛无法行走的老奶奶终于可以走路了，出席了圣徒们各种疾病的医治，从邪灵的捆绑中释放等，很多人做见证，把荣耀归给了父神。在一个小教会里正在进行特别的礼拜，因为这是在印度万民的第一位长老诞生的日子。拉比长老从2014年开始接受元老牧师的祷告之后，经历了父神的恩典，作为德里万民教会的南宣教会会长，成为了教会的工人。圣徒们高兴地祝贺拉比长老的就任，幸福地献上了任职礼拜。另外，当天时隔许久再次见到金尚慧牧师的圣徒们，为了亲自接受祷告排起了长队。金尚慧牧师用全能手帕为圣徒们祷告，一起分享了见证。婚后12年间饱受不孕的痛苦，然而在2015年接受元老牧师的祷告，得到欢迎祝福的库马鲁圣徒夫妇。我们2003年结婚，但是我因甲状腺的问题，12年期间我没有怀孕，因此我们夫妻受了很大的痛苦，也找过很著名的医生，也去拜过偶像，但没有任何的结果。后来因拉比圣徒的传道来到万民教会。通过探访，金尚慧牧师对我们见证了牧者，也讲了完整的十分之一。我们献上完整的十分之一后，我们开始逐渐恢复，然后又参加了21天的彻夜祷告会，开始得到了主的祝福。2014年，我们向准牧师邀请祷告照片，通过卫星接受了准牧师的超越时空的祷告之后，妻子的甲状腺疾病得到了医治，而且还得到了怀胎的祝福。他的女儿已经12岁了。夫妇看着每天健康成长的女儿，感谢告白主的恩典。他是我的丈夫，以前因脊椎结核下半身瘫痪，要躺在床上。后来有人对我讲万民教会，我就和他一起去参加了祷告聚会。当用全能手帕祷告的时候，我看到了许多人得到了医治。于是我也感受到了我的丈夫也有希望。从那我的家人就没有再拜偶像，来到了万民教会，接受了元老牧师祷告之后，信心成长了。我的丈夫开始慢慢的好起来，现在非常健康，也能走路了。这是神的全能。2001年开始，我有癫痫症状。2016年，因朋友的传道登陆我们教会之后，我学到了很多。我悔改过去，也献上了十分之一圣手主日。2019年，我接受了来到格里万民教会的李美英牧师的祷告。从那之后，发作和痉挛现象就不再有了，主完全的医治了我。现在我非常健康。有些人为了传播圣洁的福音而孤军奋战，他们正是印度基先的印度频道和 YouTube 频道的翻译人员，不仅是语言，还要兼备真理的知识，所以每周都会和金尚慧牧师一起在线上学习话语，装备属灵的知识，听着线下金尚慧牧师所讲解的圣经的福音，度过了幸福的时光。
另外，他还见证自己翻译圣洁福音时经历的体验，并一起分享了恩典。我在亚马逊网站上偶然订购并阅读了地狱书籍，从而认识了万民教会。越看就让我越蒙恩典，我就立即又购买了《天国：我的人生》我的信仰书籍。当时很好奇这本书的作者是谁，后来我才知道作者还健在。然后在 YouTube 上搜索的时候，就知道了 GCN 印度频道。在 YouTube 上得知约勒牧师的正道后，非常高兴，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正道也真的很多。之后与德里万民教会联系，学习了 MIS 课程。然后这些印度频道向我提能不能翻译为马拉地语，我说当然可以。刚开始我很苦恼，我究竟要怎么翻译呢？但是我在心里想，这就是神家的事，只有依靠神，凡事都能。从那时起，我就凭信心告白，努力翻译圣洁的福音，还有之前一直梦想的马拉地语万民新闻一号期也终于发行了。我想在线上和线下更向更多的人传播圣洁的福音。现在神赐给了我们元老牧师的蓝图和目标，传播话语的使命在我们身上。牧师说我们要传圣洁的福音，我们要记住，不仅是我们，还要引导我们整个印度进入新耶路撒冷。在信息洪流 YouTube 中，有着饥渴心灵的人在主的引导下听到了生命的话语，疾病得医治，体验神的全能，如今成长为一个基督徒，成为传道者，成为传播主的爱的人。每天绽放主的爱的宣教现场，印度家庭教会，盼望今日也有人能够体验到主的大爱。我来听约勒牧师的《创世纪》讲解32讲《生命的种子》第四讲。亲爱的各位圣徒，全世界及全国之教会各位圣徒，知声殿各位圣徒，全世界通过因特网做礼拜的所有圣徒，各位基心观众，今天是《创世纪》讲解第32讲《生命的种子》第四讲。上一讲讲了身体在属灵空间得到调节时出现的三种现象，通过我的见证又说明了进入灵与全灵后会临到凡事兴盛的祝福。难道进灵之前就得不到身体健壮和物质祝福吗？我讲过有一个秘诀，即使尚未进入灵，也能得享在属灵空间临到的祝福。其一是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指的是个人通过心中所存的真理得圣灵帮助感受属灵空间的状态，使人感受到没有一点属肉的成分，毫无罪恶，相反只有平安、喜乐与感恩的属灵空间。比方说有一个人心里刚刚成就了10%的灵，
他若被圣灵充满，圣灵会给他填充剩余90%的灵。此刻他会感觉自己心里完全没有一点属肉的成分，满心是灵。他平常可能随从占90%的情欲去思想与行动。因为他的心在大部分情况下受到情欲的指使，90%随从情欲思想与行动，而被圣灵充满时，由属灵的部分掌握心里的主导权。做个比喻，将10%的灵的心比作小孩子，90%的属肉的心比作大人。假如小孩子和大人拔河，大人肯定会赢，是吧？大人会赢吧？这时一个力气非常大的人来帮小孩子拉住，结果会怎么样呢？当然小孩子这边会赢。当被圣灵充满时，圣灵会给属灵的心增援力量，因此属肉的意念或疑惑无从侵入，会临到靠人所做不到的事也能做到的信心。即便是一个初信徒，只要被圣灵感动，感化于充满，就会出现如此奇妙的做工。初信徒领受圣灵并得医治，从而被圣灵充满时，不是常做见证说凡事所求的都得蒙应允吗？因为被圣灵充满，所以凡求所求的都得蒙应允。他们觉得献礼拜时也特别喜乐，每当听到说哪有聚会就积极去参加，尽管是他一名初信徒。我是说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大家可能有这样的经历，想想那时候呢，多幸福呢！被圣灵感动感化又充满的时候呢，多幸福呢！但不知从何时起就失去了这种充满了呢？尽管面对不太乐观的现实，却临到属天的喜乐。即使发生无法感谢的事，感恩之心也不会消失。一旦被圣灵充满，就会出现和成就灵与全灵时一样的现象。大家要好好的听，好好的理解。今天是第四讲，最后一讲。第一、第二、第三、第四讲，大家要综合性的、完全的理解。和成就灵与全灵时出现一样的现象，能说明这是什么现象吗？比如我刚刚成就了10%的灵，但只要圣灵充满了，圣灵就会帮助我填充90%，加起来就是100%了，就会暂且变成和成就灵与全灵的人一样的状态。被圣灵充满时，身体可以在属灵层面得到调节，就像进入灵与全灵后，身体所有功能在属灵层面得到调节，会出现相同的现象。因为人在被圣灵充满时，身体功能靠圣灵的能力在属灵层面得到调节。生命的种子苏醒以后，灵开始成长。当灵的大小超过身体中心的细胞核大小时，生命的种子苏醒以后，灵开始成长，也就是灵靠着神的道与祷告得以成长。调节身体的权限会完全转交于灵。细胞核在哪里呢？细胞核在心脏里面，所以我们指心脏为心。一个人心脏停止跳动，说明呢他完全死亡。即便是脑死亡状态，只要心脏还在跳，就不能说完全死亡。心脏也是心的
形状。我们在表达心中的爱时，因为是在表达自己的心，所以会画出心形表达爱。调节身体的权限会完全转交于灵，身体在属灵层面得到调节，故此不再衰老，反而能够变得更加年轻。进全灵后还能回春，在被圣灵充满的状态下也会出现同样的现象。假设一个人灵的大小可以覆盖身体中心的半个细胞核，他如果被圣灵充满，圣灵会帮助他覆盖另一半，于是身体的核心细胞核受到灵的支配。从小认真过向生活的人，上了年纪后比世上同龄人又年轻又健康的原因就在这里。我指的是谨守遵行神道的人就是这样。虽然尚未进入灵，但一直认真过向生活，那么他被圣灵充满的时间也很长久。不信的人在那个期间受制肉体规律而衰老，而他在被圣灵充满的期间没有衰老。被圣灵充满时，无论干多重的体力活也都察觉不到疲倦。我在病得医治后从事过体力活，那时候我常做彻夜祷告，后祷告从夜里12点到凌晨4点，一整天劳累干活，身体难免会疲倦。然而我只用力恳切呼求祷告20-30分钟，就被圣灵充满，疲倦消失无踪，身体轻飘飘的，接下来就能保持充满的祷告好几个小时。祷告院院长先充满唱赞美，一起蒙受恩典与感动，被圣灵充满起来之后，我们一起祷告到凌晨。忙完体力活，身体精疲力尽，但只要祷告20-30分钟，就能被圣灵充满起来。没有出工时，只要跪下来祷告5分钟，就会得到圣灵充满。我们圣徒们在带领彻夜祷告会或者中午彻夜礼拜时，可能常有这种体验。从属肉角度来讲，在精疲力尽的状态下用力恳切地坐着祷告，应该更加疲劳。然而一旦被圣灵充满，身体就在属灵层面得到调节，会被生气所充满。尽管开始时身体瘫软无力，一旦充满了唱赞美祷告，便会逐渐变得精力充沛，疲劳沉重的身体如同飞起来一般变得轻巧。时常保持圣灵充满的人身上不会受到疾病病菌的侵入。如果失去圣灵充满就回到属肉层面，会感到身体疲劳，疾病病菌也会侵入。想要时刻保持被圣灵充满要怎么做呢？过向生活，如果时常被圣灵充满，身体就不会被疾病侵入，也不会衰老，那么应当怎么做呢？第一，与神之间不能有最强。第二，要时常警醒祷告，并且要呼求祷告。信心的第一、第二阶段的人，在被圣灵充满之后，会很容易失去充满，维持不了多久。不遵行神的道，反而犯罪，就会失去圣灵的充满。如在约翰一书5:16所说，若犯至于死亡的罪，就不会再临到悔改的灵，因此无法拆毁罪墙。至于死的罪，圣经旧约新约多处记载了何为至于 死的罪，还指出不要为犯至于死的罪的人祈求，因为人犯至于死的罪就不能得救。我3番5次地告诉大家了，至于死的罪是指的是什么，千万不可犯这样的罪。如果大家一而再再而三地犯下去，就如在希伯来书10:6所记载，这便是明知故犯的行为，神不会赐下悔改的人，他就无法得救。
这等于是帮助穷定十字架，所以我屡次警戒这类罪不能得救。再怎么尽力恳切的呼求也不会被圣灵充满，因为犯了至于死亡的罪，所以不能被圣灵充满。身体也随从肉体的规律 逐渐老化衰老，衰弱，疾病侵入到身体时没有能力抵挡，只能承受疾病所致的一切痛苦。所以圣徒们可千万不要犯至于死的罪，如果犯的 不是至于死的罪，那就在悔改和接受祷告就能得医治。犯了至于死的罪，就算悔改神也不接受，应当认罪痛悔，但是做不到。能悔改当然好了，问题是无法悔改，因此罪不能得到赦免，病更是不能得到医治。各位圣徒们，千万不要犯至于死的罪，即使犯了不至于死的罪，也要立刻向神认罪悔改。愿大家时刻被圣灵充满，过灵肉间健康的人生。各位圣徒，在进入灵以前也能够享有属灵空间的祝福的方法，第二，使用无安甜水和全能手帕。父神在无安甜水和接受我祷告的手帕里面赋予了创造全能之光。创造全能之光就是神彰显 天地创造做工的原本之光。当各位平信心使用时，无安甜水和手帕里面的创造全能之光会做工在各位身上。圣徒们申请全能手帕时，我在手帕上面逐一做了相同内容的祷告。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知道，大家携带着手帕，知道我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呢？每当使用手帕祷告的时候，是仇敌魔鬼撒旦、黑暗势力退去，恶鬼也离开，将信心与生命赐给接受祷告的人，并将痛悔的心以及圣灵的感动感化充满赐给他们，使神迹和奇事常常伴随大显医治的大能，使您的名大得荣耀，无数的灵魂得拯救，常常保守同在和祝福。求父使创造根本的光环绕手帕，并将创造至上全能吹在里面，使凭信心而行的人借以从死亡的边缘起死回生，必能使死人复活，愿您得荣耀。因此只要凭着信心使用手帕放在人身上，祷告就会照此彰显做工，因为手帕里面的全能之光进入身体后，属灵层面得到调节，身体全能之光会进入到手帕里面，所以祷告时全能之光进入到接受祷告的者的里面，调节身体状态。全能之光里面的神的大能会激活已死的细胞，使它复苏，使已经退化的组织再生，身体恢复正常。各位圣徒，被圣灵充满时使用完甜水或者接受祷告的手帕，身体能够在属灵空间得到调节，但这是有限度的。身体或能暂时性的在属灵层面得到调节，但不是永久性的，不会永远延续下去。换句话说，身体只有在被圣灵充满时，凭信心喝完甜水，在凭信心接受手帕祷告时，才会在属灵空间得到调节。当然只要坚持遵行神的道，也能维持下去。不过等到进入灵与全灵，身体时刻都会在属灵空间得到调节，有这么大的区别的。只要进入灵与全灵，就会始终保持圣灵充满的状态，不会失去圣灵充满，因为不会再犯罪。一些小儿麻痹患者或者因事故成为残疾人，多次接受祷告也仍不见好。为什么有人即刻得医治，为什么有人得不到医治呢？
在海外举行社会上许许多多的病人，比如小儿麻痹患者弃掉轮椅，数不尽的人尽管没有单独接受祷告，都走到台上做见证，没有还就是说还有没来得及见证的人也非常多，可在座的当中有些人接受祷告也得不到医治。我经常对他们这样说，进入灵就可以，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为什么？那难道海外的人得医治是因为进入灵吗？不是的，他们是凭参加聚会的信心得了医治。诸位当中没有得过医治，没有得医治呢，是因为与神之间最强太后曾经攻击神，严重拜偶像，犯太多至于死的罪，犯了重罪，所以神不做工。但是只要进入灵，一切所有的罪，谨守遵行神的道，成就圣洁，进入灵，神就会彰显做工。能够早点进入灵就可以。从进入灵的那一刻起，身体在属灵层面得到调节，软弱的部位得到强健。已死的神经被激活，退化的组织再生，产生新的力量，自己便能站起来行走。那些没有进入灵也得了医治是怎么回事呢？是通过全能仆人的祷告，创造全能之光进入到他身体里面做工。在那一刻，身体因着创造的全能之光在属灵层面得到了调节。在创世纪第28章见证了因创造全能之光烧伤得医治，短腿伸长，已死的神经复生等原理。烧伤部位或者缩短的腿细胞要生成新的细胞，需要启动细胞核的 DNA。我之前讲过，如同打开电子产品的电源一样，创造全能之光有启动 DNA 的作用。在被创造全能之光围绕的空间，遵循属灵时间的运行，短时间内也会得以完全。在被全能创造全能之光围绕的空间，遵循属灵的时间运行，在短时间内也会得以完全。在旧约圣经上所记载的杖在叶之间发芽结果，也是因置于属灵空间的缘故，会迅速成就。大家也是不是经常看到这样的例子呢？有的人被汽车撞了以后遍体鳞伤，但是只接受一次祷告后就即刻恢复正常，是就即刻恢复了。马拉基书42节也有类似创造之光做工的记载，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就是说向你们敬畏神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想想关在牛棚里面的牛犊，当开门被放出来时，它会跳跃撒欢。但像你们敬畏我名的人，敬畏我名的人是什么意思呢？箴言书上说，敬畏神就是干的恶事境界不做。敬畏神的人会把心里的恶性离弃净尽的，这是小事，这不是这样的，要各样的恶事都没有，那不就成圣了吗？那不就进入灵了吗？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为什么有的人虽然还没有进入灵就得到医治，有的人必须要进入灵才能得到医治呢？这是因为爱着公义，每个人需要充足的属灵的分量不同。只有进入灵才能得医治的情况时，照着公义需要填充的分量非常多。比如有些人的疾病是因为祖祖辈辈拜偶像，曾经犯了杀人等做罪大恶极的事引发的。有些问题是不仅限于患者本人，因邻里的牵连，家人也有问题。
夫妻之间有一牵连，父母孩子之间有牵连，孩子攻击神会给父母带来影响，父母也有可能给孩子带来影响，夫妻也是同样的。在这种情况下，家人要一同拿出信心，显现真心爱神的明证，一定要进入灵才能得医治的，还有心里恶多的情况。这种人在出蒙神恩的时候，还可以暂时认真的过信仰生活，但是因为心里的恶太多，随着时间的流逝，容易重返罪恶的道路，甚至有可能得不到拯救。拯救灵魂比身体健康更重要，对他来说，没有早得医治反而是祝福。那些有信心、灵魂逐渐兴盛起来的人，得医治才会变得完全。不了解神的道，不明白真理，病得医治后火热一阵，火热一阵想生活，然后又离开，这是不能得救的，有什么用呢？神医治我们是为了让我们灵魂得救，但却与得救的标准相距甚远。得医治是只是感恩，因为不了解真理，不明白得救的意，最终的离开神的殿。不管是属于哪一种情况，只要进入灵，就与肉属肉体的无关，因为已经成为了神的真儿女，从此成为了光明之子，不再是仇敌魔鬼撒旦的奴仆，仇敌魔鬼也无法迷惑。只受到圣灵的主管，随从圣灵而行，与神之间的最强就会消失，与家人的牵连的绳属灵绳索也会被解开。进灵的人是神的真儿女，是光明之子，已经得到神认可的是儿子女儿，所以从此不再受撒旦的搅扰，之前因为亲情牵连的属灵的绳索也全部会断开，身体在属灵层面得到调节，从而变得完全而健康。即使遗传了软弱的体质，从进灵的那一刻起不再有关系。有人说我这人遗传天生就软弱，但那只是借口，进入灵呢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假如一个人具有可能出现哮喘的遗传本质，如果生活在恶劣的环境，可能会诱发哮喘。但如果进入灵，身体会在属灵层面得到调节，细胞中与哮喘有关的 DNA 一旦在属灵层面得到支配，就不会再出现哮喘症状。这就和在亚当在伊甸园的后裔受到生机的影响后，身体的生长发育会趋向最好的方向是一样的道理。各位圣徒，生命的种子是神分给个人的原本之光，生命的种子是神分给个人的原本之光。领受圣灵，生命的种子苏醒过来之后，吃人子的肉，喝人子的血，使灵得到成长，直至成为属灵的人，全灵的人。我再重复一遍，领受圣灵，生命的种子苏醒过来之后，吃人子的肉，喝人子的血，就是凭信心领受遵行主的道，使灵得到成长，直至成为属灵的人，全灵的人。想让生命的种子苏醒过来，所以当我们接待耶稣为个人救主的时候，神会赐下圣灵。圣经上说赐在我们心里，圣灵会进入心里，进入生命的种子，会就是种子被植入的部位，接着会唤醒生命的种子，复苏萌芽。属灵的人和全灵的人散发出的属灵之光，其原本属性也和神的原本之光一样，只不过强度有差异。属灵的人和全灵的人发出的光能够击退黑暗势力，但无法彰显再创造的做工。即使进入灵与全灵，也不能彰显再创造的做工。
在创造的做工，唯靠神原本之光，即创造全能之光才得以成就。即使权力的人也要积累无数如火般的祷告，才能领受全能。不是认为只要进入灵权灵就能马上出现全能，只有通过如火般的祷告才会出现。我是进入灵得到能力，进入全灵后开始行全能，进了全灵开拓教会之后，命令煤烟退去，煤烟就退去，还能止退乌云大雨，和现在一样，为不孕不育的人祷告时，他们呢就能怀孕；为遭遇交通事故骨折人祷告，伤骨就恢复。从开拓初期就行了这些事，直到进入灵与全灵，积累了无数的祷告量。从出信徒开始，到被召为主仆，又到就读四年神学校期间，坚持做如火般的祷告，彻夜祷告。所以随即就出现了全能。那么即使进入灵与全能也行不出这样的全能，是因为当然也有全能彰显的，但是因为全能没有那么大，是缺乏如火般的祷告。希望大家从今以后都献上如火般的祷告。进入灵的人会患者祷告时，用全能用手帕祷告，会比空手祷告显现更惊人的所功。进灵与全灵后，虽然还不出现创造全能做工，但通过手帕就能彰显。用手帕祷告时，能够彰显出更大的全能，因为手帕全能之光比属灵的人发出的属灵之光更强烈。当属灵的人为患者祷告时，也有一定程度的做工随着。如在雅各书五章十六节说，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越是一人进灵进得越深，越全灵进全灵越深，他的祷告随着的力量与功效更大。不过并不是属灵的人身上发出的属灵之光医治疾病，是神垂听了属灵人祷告而彰显了医治的做工。使用手帕做祷告时，手帕里面的全能之光径直进入患者身体里面，前提是凭信心接受祷告，拆毁与神之间的罪墙。如果罪墙没有拆毁，光就不会进入，不拿出信心也是没有功效的。这道光彰显医治和再创造的做工。亲爱的各位圣徒，简单概括一下到现在为止见证的关于生命种子的内容，希望大家再仔细地听一遍。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亚当，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生气是蕴含在原本之光的神的大能，在伊甸园自动传承到亚当后裔身上，受孕后自动传承下来，自动流传。伊甸园是属灵空间，那里的人从受孕开始受生气的影响，因此所生后代堪为优质宝宝，没有残疾。出生后身体在属灵层次得到调节，成长后都拥有最帅气最漂亮的容貌。有人画外星人把头部画得稀奇古怪，其实伊甸园的人非常美丽。成长到青年时期，再过一点点的阶段便停止成长，不再衰老，始终保持那个状态，并且永生不死。然而之前生活在伊甸园的亚当和夏娃犯下悖逆神的罪，被赶到这地上以后，情况就不同了。神从亚当和夏娃身上收回大部分的生气，只留下一点痕迹，这个痕迹叫做生命的种子。生命的种子不能自动传承到亚当和夏娃在这地上生下的后裔身上，于是胎儿受孕第六个月时，神将生命的种子用灵包裹植入人体。
实际神赐下灵，而不满六个月时只有魂和肉体，就在这个状态下吹入灵。胎儿受孕第六个月时，神将生命的种子包裹在灵里面，植入身体的核心部位，心脏内一个细胞核里面，植入身体的核心部位，心脏内一个细胞核里面，将包裹生命种子的灵植入肉体里面的状态比作海里的浮标做了说明。身体中心部位的细胞虽然不停分裂更新，但生命种子被植入的位置始终是固定的，犹如血液从心脏蹦出来循环到全身一样，属灵能量也从心脏中的一个细胞中出来，扩散至全身，调节身上所有的细胞。人的生命种子如同被硬壳包裹的植物种子一般，没有任何动态，一直处于休眠状态。等到接待耶稣基督罪得赦免，领受圣灵之时，生命的种子被苏醒，便苏醒过来。植物的种子在发芽后需要吸收水和阳光才会茁壮成长。与此同理，属灵的种子，生命的种子也在苏醒后不断得到属灵的水和阳光的供应，灵才会成长。将属灵的水、神的真理之道化作灵粮，加上属灵之光的照耀及遵行神道时，灵才会茁壮成长。一个人的灵成长到覆盖身体的核心细胞核的时候，他就是属灵的人，进一步成长便成为全灵的人。比较灵和细胞核的大小，并非是比较其物质的大小，是为了让大家容易理解身体的权限在于灵还是在于肉。灵长到覆盖细胞核的大小时，身体不再受制肉体规律。等成就了全灵，身体功能完全在属灵层面得到调节。灵既然开始调节身体，自然的也能够调控魂。灵支配掌管魂，因此不再产生属肉或者非属非这里的意念，相反思想属灵属真理的意念。所以一旦大家进入灵，属肉的意念都会消失，不再受制于属肉的意念。属灵的魂支配掌管属肉的魂，所以能够随意调节身体，属肉一年会消失，于是就不再犯罪，反得神的喜悦。灵支配掌管魂，我愿你凡事兴盛，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那么灵魂兴盛就是指的就是灵支配魂的状态，灵魂得以兴盛，万事也随之亨通，身体也健康，正如在约翰三书二章所记载的那样。各位圣徒，我讲解了身体在属灵层面得到调节时出现的三大现象。第一，身上所有器官功能恢复正常，五脏六腑所有器官在组织功能恢复且维持最佳状态。尽管睡眠时间不足，把饭量降到最低，身上不但不会出现任何异常，而且很健康。我例举了丹尼里和他的三个朋友以及施洗约翰的实例。第二，疾病、病菌、病毒不能侵入，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对此，已被毒蛇咬过的使徒保罗为例，那么进入全灵呢，就会这样。第三，不衰老还能回春。
还能随心所愿调整体型。关于回春，我举了亚伯拉罕和约伯的实例。以上是灵魂兴盛时临到有关身体健壮的祝福，灵魂兴盛时还会临到凡事兴盛的祝福。约伯通过熬炼进入灵与全灵后，比受熬炼以前更加富有了。东方首富增加了一倍的家产，这是何等大的祝福呢？我在遇见神通过三年熬炼进入灵以后，蒙得了惊人的物质祝福。我以神的话语装备了自己三年，并进入全灵之后，蒙得了属灵的大祝福全能。我也给大家做了见证，并且讲了我们在进灵之前也有办法使身体在属灵层面得到调节的方法。第一，被圣灵充满；第二，使用蕴含创造原本之光的乌安甜水和全能手帕。不过这样的方法只具有短暂的临时性，假如失去充满，就会回到原状。要让身体始终在属灵空间得到调节，还是要进入灵与全灵。我将进灵之后才能得到医治的情况和进入灵以前也可得医治的情况与属灵工艺结合起来做了说明。最后又讲解了属灵的人散发出的属灵之光与原本之光的共同点和区别。原本的属性一样，但程度上有差异。下面说结论，亲爱的各位圣徒，神给在这地上受到耕作的所有人类栽种了生命的种子。人类因软弱的缘故，无法靠自己的能力唤醒生命的种子，于是神为了人类差遣了独生爱子耶稣和圣灵，又在圣灵的感动当中供应属灵的水及神的真理之道，创造了灵得以茁壮成长的环境。这是神对人类无微不至的关照，是为让走过人类耕作这遥远而坎坷路途的儿女们以荣耀的样式回到父的怀抱。尤其父神给我们祭坛赐下了诸多的特殊的恩典。我作为本祭坛的牧者，希望圣徒们当中没有一个贫穷的人，没有一个生病的人。而且我处处是身体力行，甚至我内心盼望的父神给圣徒们照亮了蒙福之路。又告诉我们不生疾病，甚至直到主再来那时能够保持年轻的秘诀。相信以后没有人会说我年龄越来越大怎么办呢？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三节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是全然成圣，不是一点，而是全然成圣，完全。神在创世纪十七章说，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又在圣经多处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都能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应当以完全无可指摘的状态等候我们的主再临，等待将要再来的主，还要努力积攒赏赐。愿我们全体圣徒照此经文迅速成就全灵，使灵与魂与身子多么保守，拥有健康身体，更加努力尽忠。奉主圣名，祝愿大家到那一天与父神与主面前得着称赞、荣耀、尊贵。함께말씀을들으시一同思考话语做祷告。
할렐루야. 사랑의 아버지 하나님 감사합니다. 오늘 또 아버지 하나님 우리가 정녕 아름다운 천국을 또 새로 삶을 소망하며 살아가는 아버지 영원한 삶뿐만 아니라 이 땅에서도 참으로 축복받고 건강하며 행복한 삶을 살 수 있도록 또한 인도해 주시는 그러한 아버지 하나님의 그 크신 사랑을 다시 한번 느껴보며 그 사랑의 마음으로 우리에게 타는 마음으로 간절하게 우리에게 또 가르쳐 주셨던 사랑하는 목자 원로 목사님의 그러한 또 사랑을 생각해 보는 시간입니다. 다시 한번 주신 말씀들을 마음 깊이 새기고 정녕 행함으로 말미암아 이 모든 축복을 받아 나감으로 마음껏 아버지께 영광 돌려 나가는 우리 만민의 모든 성도들이 될 수 있도록 축복해 주옵소서. 감사드립니다. 우리 주 예수 그리스도 이름으로 기도하옵나이다. 아멘. 영상을 통해 통과影像来接受元老牧师 的患者祷告，把手放在疼痛之手软弱之处接受祷告，没有疼痛之处的人请把手放在胸前，为心愿平心接受祷告。哈利路亚！全能慈爱的父神，此刻求您亲自按手在所有接受祷告的圣徒们身上，超越时空做工在祭仙殿式观众之上，通过因特网和屏幕接受祷告的知教会、知声殿以及全世界的神儿女们之上。 시공간을초월하여역사하여주시기를원합니다. 求他们鬼撒旦以及疾病、病菌、软弱都退去，光啊进入吧！求父用圣灵的火将所有绝症完整焚烧净尽，击退疟疾以及所有风土病，击退感冒、咳嗽、发烧、全身酸痛、流感等各种流行性疾病，任何流行性疾病、病菌不能进入，求父保守。 求父时，胃癌、肺癌、乳腺癌、子宫癌、大肠癌、皮肤癌等各种癌症，以及艾滋病、白血病、脑溢血、高血压、低血压、心脏病、肺病、胃病、糖尿病、妇科病、皮肤病、甲状腺疾病，以及所有炎症也都得到痊愈。以求父时小儿麻痹、中风、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症被健全，腰痛、头痛、神经痛在内的一切疼痛都消失。 癫痫、自闭症、抑郁症、躁郁症、神经衰弱等一切精神疾病也都退去。我吩咐麻痹瘫痪的得以释放，瘫子要起来行走、跳跃，模糊的视力要看得清楚，听不清的耳要听得清楚，瞎子要看见，聋子要听见，哑巴要开口说话，使各种事故后遗症得以洁净，骨折得到愈合。 烧伤、烫伤得以痊愈，火毒都退去，热气也退去。父啊，求你做工，不留下一点疤痕。毒品以及各种药物剧毒中毒也得以洁净。已死的神经细胞复苏，死人已复生。求父给不能怀胎的赐予怀胎的祝福，得到怀胎的祝福吧！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 抽他们鬼撒旦空中掌权的众恶魔都退去，他的众使者也退去。这世上的邪灵、污秽的灵、虚谎、诡诈的灵、挑拨离间、迷惑的黑暗势力都退去。松开一切凶恶的绳，黑暗退去吧。光啊，进入吧。求父神赐予您儿女们呼求祷告的能力，离弃罪恶，成为圣洁的能力。 使他们灵魂兴盛，凡事兴盛，成就家庭福音化。祝福您的儿女们一周间从各种事故灾殃中得蒙保守，度过亨通顺利的生活。用圣灵的火源、天君天使、烛火焰般的眼目看顾保守所有神儿女们的家庭、工作、事业。 将智慧和明泽赐给学生们，赐给他们学习的热心和兴趣，保守他们心思意念不被世界所夺走，祝福他们成为火热爱神的学生。祝福您儿女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为荣耀您的名而行，从而度过蒙福的人生。
使他们都能见证我遇见了神，体验了神，得到了应允，得到了祝福。父神，感谢您，将荣耀归给您，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万民찬양84장一同唱万民赞美八十四首一节，把准备好的现金献在父面前。为了现金做祷告，父神向献上十分之一，各种感谢现金，生日感谢现金，献上救济赞助宣教现金，祭献殿时宣教现金，建筑现金，求父悦纳。这时间求父亲自按手赐下连摇带按上肩下流的祝福，成就所有的心愿、祷告和祈求，也赐下应允。家庭事业求父神保守祝福，使我们更增加十分之一和感谢的条件。所行所住求不能赐下三十倍、六十倍、一百倍以上的祝福，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以主祷文结束中午彻夜礼拜。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